蜥蜴什么都不搬，膨胀得很。不动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半天就我亮一台？没人补吗？简直扯个锤子！掉线了还。限制白给，屠夫也白给，突然掉线。再刷500。
啊？喜欢搞暗杀呀，这个人！再放一次，行走不休了。不休了。也开始搅屎。还搞呢，这都之前活得太久五了。找个角落蹲着。哎，要好了。按错了吧，日你哥！他闪现换了我，换个锤子。
赶紧重新骑一下。吸的真爽。人还个头，吸吸，记得吸。他挂这里不白给了吗？吃一刀都能出去啊！他往这挂干嘛呀？还需要一波插刀。
快一点咯！我的妈呀，你跑得怎么这么慢啊？那老太太呀！这还能让野绵跑了呢？太新了，怎么补啊？双救呗，死宝人。哎，百分百巨蟒判定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。爱挂不挂？
直线过来了，踩不踩？他不敢丢，你真敢丢啊！你丢了白给啊！ 没封窗，那你完蛋了呀，兄弟！跟你玩翻窗游戏，我日，我被卡了位了一下。 下来套个鸟，继续跟他翻。操刀了！ 真敢丢了！翻翻翻翻翻！今天给你翻死了！看你下次带不带封装？ 膨胀啊，不带膨胀啊，无人牛逼啊，100%命中啊，4秒了，气不气？那你要拿我没办法，我就给你翻，翻过来翻过去，翻过来翻过去，我不需要玩板子。 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点点点！跟他插刀的时候就可以点了呀。
应该整数了吧？25了。先知都不用了，我日，我早知道用律师。这把我不修了。你还不怕砸？擦眼！白给。下次一波就应该直接把板子下了，砸烂他的头。人还救不着，真是。这两块板子真的是玩不得，就稍微一个侧飞就飞过来了。头发扒成金身了，谢雅雅的气球。这把不修了吧，这把当个搅屎棍了好了。这么痛的吗？那金应该金身呀，憋着没交了。
还能弄，还能弄，不着急，这憋着弄呢。哇日，当 CSGO 玩呐，都在当老六。这是白给你装这么多球了，让你转点，他都在蹲着。你看他精神，看他多能憋啊，憋到现在才交。反正我没球了，过半秒就这还压好了，真的假的？我怎么就不信呢？哦吼，气氛一度很尴尬。打了个没打一样，两局都是零分。那我看看啥屠夫还能搅，可以继续搅。
听见了狗的声音。发信号呀，兄弟，这么自信。可以，那是真的自信，别搞到咬到我了。没用啊，摸好了都，又要重新拿刀，很气。还能救，还能救，继续搅，继续搅。终极无敌搅屎棍。击伤我有锤子用，你击伤我那我。那我自己去，我自己去。哎，他又没拳，这女巫都要骂人了。还放狗啊你！这还有？还能搅，还能搅，不虚。以为是真的惨，让我看看杀头符。
被六步搅了，那么搅出事那就不好了。可以，是时候了，开始搅屎。这一波我还能装，怎么是仙子酒啊？可以，这个杰克挺人性的，生怕过半了，给一刀送个加速。废墟有一台通信器一样，跑小木屋去了。现在开始白给了，通信器那电机肯定修完了。牛逼！瘫成一匹马，那血线都过头了，还在瘫。他发了个快走，不是黑白就是约瑟夫，看一眼。好吧，女巫可以，又可以搅屎了。女巫是最好搅的。兄弟发信号吧，我跑过去寄生的人的另外一边。
妈耶，跑得累死我了！告辞。我乌鸦都出喽！咬错人了！哎，干嘛？结实，顶住！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摸一下肚子。哎。好，不撞了，你挂吧，让你挂，让你挂。完了，炸了呀！哎，不可以。肚子白摸这一波，完了，我也过半了。刷刷死了！他击中我干嘛？我一挂飞呀，那电体直接没了呀！给这剑体临死前还闪现，把刀斧给砍死了。我这个罐子哥在干嘛呢？
一楼有电梯，你往二楼跑。可以，又到了我愉快的绞死时刻。哎，屁股后面长了眼，差点晕倒了。白给一次还能白给，掉了个人头弹，放不了出手。终于结束这噩梦的游戏了，打球干什么？不想玩而已。